在中国，顶尖公立医院一直存在病人过度拥挤的现象，而这种过度拥挤会导致更长的等待时间、误诊、错误的治疗方案、错误或过量的药物、不必要的检查或流程、医患间的不信任、更长的恢复时间，而这所有的问题都会导致病人对于治疗过程的不满意以及不配合。大多数中国医生缺少足够的经验，并且对于最新的治疗手段和方法知之甚少。为了解决技术熟练医生的短缺，我们提供在线的美国医生资源，病人可以自由选择一名美国医生，并通过视频、语音、聊天的方式向医生咨询。我们的技术旨在帮助中国患者和美国医生、医院间进行直接的交流。美国医生非常友好，并且训练有素。我们的流程是：第一步，在 MyUSDoctor 网站上注册；第二步，选择一名美国医生；第三步，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向医生咨询；第四步，将患者带到美国就诊。你是否担心中国医疗系统的质量？你需要长时间等待才能得到迫切需要的医疗救治？中国医疗系统缺乏的信任？中国医疗系统专家的水平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 MyUSDoctor 可以帮助你。 MyUSDoctor 提供医疗最发达的美国的医疗诊断和治疗，世界上最可靠最专业的医疗系统，中国尚未引入的最新治疗方法，世界一流医生的参考诊断意见，以及方便的进入美国医院就诊。如果你希望得到专家的医疗建议，或者到美国进行医疗旅行，我们欢迎你选择 MyUSDoctor， 现在就注册吧。Created using Powtoon.